佢係 Gary， 再過六十個鐘頭，佢就係我老公。如果你俾間屋佢咧，佢係俾頭家嚟嘅；但如果你俾個笑容佢咧，佢俾曬個心你。俾乜嘢個女人都好，個女人都會雙倍，好多倍嘅麻煩俾你。你俾粒精子佢，佢就俾個 B B 你。這樣吧，你們三個人其中一個代替嘉欣披上這個婚紗。其實嘉欣係唔中意 Gary 噶。如果你真係中意一個人，你又點會咁容易放手啊？我而家可以有一個重新選擇生活嘅權利，就我睇你識唔識得把握啊嘛。我都是候選人嚟嘅喎。最衰都是你啊！全世界都知道你整容嘅，整肉啊！玩玻璃鞋咧，边个啱着边个就系新娘。